3、2、1，请启动。说到减脂瘦身，就不能不提增肌的重要性。随着国人健康意识抬头，民众对于体态就愈加重视。日前，台湾医用雷射光电学会及形体美容外科医学会邀请国民女神 Vivian 徐若瑄推广新一代增肌减脂的设备，分享身为妈妈的 Vivian 是如何在百忙之中维持靓丽身段。当然了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所有的美丽的线条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觉得除了增肌以外，也要减脂。我一个礼拜有3次的 training， 就是重训、肌力训练，但是依然穿不回来这个中空装。直到我固定去做那个腹肌 rock 这台机器之后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它真的颠覆我对这个瘦身的想法。我自己做一堂。肌肉训练可以达到的效果原本是10好了，但我如果做了有去做那个腹肌 rock 的话，因为它已经去破坏我的脂肪了，我的效果就会更好。所以我现在非常爱这台机器。我们生过孩子的女人，肚皮被撑到这么大，你的 baby 然后再消下来，所以其实它除了增肌减脂以外，它会让你的肚皮变得紧实。我觉得话不用讲这么多，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就知道腹肌 rock 的厉害之处。现代人久坐少运动，导致身形完全走样，尤其是腹部和核心肌群流失，要针对特定部位锻炼相当困难。台湾医用雷射光电学会理事长彭贤礼医师表示，不管是肌肉量少者或是产后孕妇都很适合，原本已有健身的族群也可以继续维持肌肉量，以帮助民众达到想要的效果。没有常在运动的人常会有一个现象，他那个肌肉是我们叫做失忆啊，就是说这个肌肉你大脑要控制它动，它是动不起来的。对这样的人呢，来利用这个设备来帮忙启动我们的核心肌群，比如腹肌跟这个我们的腹直肌还有我们的臀肌的话，这个机器它到100%极限收缩的时候，那个强度是你去做这些训练还到不了的强度。有一些客户呢，他就是觉得说他做这个，他可能背杠可以多背10公斤啊，或者他做某些动作他以前做不到的，他现在可以做得到。所以对于有这样子运动习惯的人，他有这样子的好处。形体美容外科医学会理事长杨宏旭医师表示，过去传统非侵入性仪器只有减脂这项功效，但是机动减脂却可以增加肌肉群。与一般运动不同的是，在30分钟内达到高达20000次的肌肉收缩，只要经过4次疗程，就可以增肌16%和减脂19%，在临床上有显著的效果。机动减脂两个效果，一个是增肌，一个是减脂。那过去传统的非侵入性的仪器主要是脂肪层的减少，并没有对肌肉进行雕塑。机动减脂这个是唯一要针对肌肉加强的，就很像现在的体雕的观念，它带来的是一个超极限的收缩，肌肉收缩。想要有窈窕身段和结实的腹肌，像 Vivian 一样迷人又健康吗？除了靠饮食控制外，透过设备来辅助增肌减脂，或许也不失为一个瘦身的选择。每一次采访报道。